妈妈，我写完了，给我检查一妈妈下。看一下，你告诉小朋友们，今天写的是什么？横撇。彤彤写的横撇。那写完作业了，装书包吧。妈妈陪我玩玩具不？可以呀，你把作业装书包，然后去挑个玩具。妈妈，我挑好啦。玩这个吗？坐下吧。由于常常今天晚上作业太多，我们为了不打扰姐姐写作业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声控室玩玩具。嗯。终于写完作业了，彤彤，我们两个终于可以正常说话了。彤彤，我们给姐姐演示一下吧。好，来吧，演示。Ready, go。怎么样？这个玩具好玩吗？好玩，太好玩了！再见吧，彤彤。拜拜。